那个蟑螂你是怕什么？鸡，哎，你怕了？蟑螂都鸡夸张啊！我可以抓好，不要徒手抓掉。怎么嘞？两个一看到蟑螂，晚上起来煮面啊，他们一喊，然后两个一起跳，一直打不那个蟑螂，一直走来走去。从厕所出来喊我名字，为了这个。你落点太多，你落点不会太多，懂吗？对你一点点都可以。反正我不怕的东西，你们怕。OK， 你讲看，你不怕的东西，你讲。电动滑梯我不怕。我也不怕、啊。怕黑，怕暗，怕蟑螂，怕鬼。怕痛不怕中下。怕大自然打他。捉金要怕痛。哦。要怕躲片。怕不帅，叫我们 story 不要拍到他这样闹懒。我没有，我只是讲。没有。真人有没有？没有，你们扭曲我意思啊！我讲，哎，我觉得你们拍我拍得很闹懒呢，不是这样，不要拍，不可以拍。伟奇介绍人给他一下，伟奇，你刚才讲什么？多啊。没有，你还没有讲到你不怕的东西。等我找到先，我再跟你讲。都找不到。没有，我现在不懂，可是等我找到，我一定跟你讲。哎，我知道我不怕什么，我就知道。我知道。这你会怕鬼吗？怕。OK， 阿田他看恐怖片，他会遮头遮，不会。这样还会看恐怖片会怕的吗？我看完我就忘记了。这样那是因为你头脑简单的关系。他怕看悬疑片，懂什么吗？他怕要想东西，他头脑很简单。那个人被抓得很辛苦。你怕做多少？直接讲出来。慢走，龟，挂手我就是他看鬼戏版啊，不是他看悬疑片啊，他怕人家被绑架。傻嗨！没有人会绑架你啊，没有，我会去想，哇，这个窗口这样子，那个窗口，我内心小世界这样子。那你会怕鬼吧？一个人的时候，哇啦喂！OK， 如果好像我们讲啊，鬼屋睡一晚这样。OK OK， 两个人去我不会，我怎么啊？不会怕两个人，两个人去不会啊？啊、我们就他生日的时候，他讲生日愿望是跟很多人一起去密室逃脱，然后给我讲说你去，我们去，我就提前去那个密室，我已经揪好那个人了，然后跟他讲你都还打车，结果呢是两层的嘛，然后他就自己去走回那个楼梯，然后上面人叫他，他怕里面。咦呀！你怕你还是去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要不可以输掉这个面子、啊、不是，还是要过掉那个门吗、啊？过掉那个门就过关了。就一关就要我一个人上去找完那些线索，我一个人呢。OK， 没有，这样你怕吗？一点呢。哈哈哈哈哈！上面有娃娃。你找东西的时候下面哈。然后楼下有那个，他是搞然后楼下有那个尸体是在那个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玩过那个嘞。哪里有恐怖游乐设施？有游乐设施才不恐怖。对啊，我没有去。不是，我是给人吓到。对啊，他出来敲个铁而已吗？不是那个人鬼屋了，是我前面那个人。哦。他是两边。他这方面没去。我在走，前面是不认识的情侣哎，我那个真是很恐怖噻。他是那个僵尸这样，我看哇，可以哦，这个看的时候一转过来，他躺在地上这样。他不是他怕是吧？他失控了他的脚，然后他就从后面拖他走。你要拉人走，你不可能从前面拉，你他们是这样停住他的，这样停住，这样子一手你这样拉他走。那个鬼都怕你懂吗？那鬼看到这样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那鬼这样冷静，可是他没有恐怖哦。冷静，恐怖要冷静，你冷静。他更怕的。前面这样演那个印度戏过哦，你看前面，第二条最前面的，这是第一个，怕就是怕在这边，就是我走第一个，后面整条龙走过来，就是他们的东西就 reset 了，要下就下，全部已经进完去了啊，全部进完去等了啊，然后我就整条龙走过来，看到我。
子进去。所以我最成功是哦，我可以走完整条路。我就有人牵你啊。你不是有人牵啊，是要拉住我吗？不然我要拉住谁哦？可以拉谁哦？变整个拉住。我可以吗？我看看。妈的，我们都去过了。没有，你靠这个场景。不会啦，只站退后而已哦。吓坏了吗？像哎，很像，他直接。而且那个鬼当时他是讲出来的，他是一个上面一个 table 这样嘛，然后那鬼是在下面的，有一个东西这样盖住他的。然后还一拔出来那个，然后那个武则天好吃，武则天有一个有我们去的有武则天的，就是在那个武则天的床前面，那武则天不在床上跳舞，然后下面很多僵尸还在跳舞，所以让人家看啊，看他表演还在跳，没有没有，他想跳跳了一次，跳了一次，烂呐，什么都怕了，这条水。老鼠你怕吗？怕水怕水啦，就是像游泳蒸下去潜水那些啊，像那些游泳会呕吐啊，吐啊心情不好啊，所以你讲谁比如玩啊，比如画面第一个题目是我到底怕什么，不是我到底不怕什么，你不应该讲我到底不怕什么，那到底为什么我怕？我真的是不怕鬼物的，不怕。耶了！你带我去啊！不怕的定义是什么的嘛？不管一个人或两个人，那个叫不怕。今天我一个人看到蟑螂，我就跟他抓起来，不然就弄死他。蟑螂是我两个人我都怕，三个人我都怕。那天你在直播，心力跟 T V 上面喊，结果你去看他们做梦。不怕鬼，不怕高哎，高我本来不怕了。哎，我发誓，高我本来不怕了。你问他，本来啊，我去韩国啊，哪里啊，站高高啊，哪里啊，我不怕。就完了那一次，那一次。哪怕就承认啦，我了。那时候他承认去玩，哎，不是那个酒店的那个，不是。因为跳下去的那感觉，你又这样机吗？你又不玩？那里有风吗？那里有风吗？那个那个，有就是。不过他那时候他跌下去，他是真的要劈下去的。我自己已经自杀了。在那个里面，像你这种自杀，你有在里面吗？哎，你还没有在里面，我第一个吗？啊，你第一个对。他真的掉下去，然后他脚受伤。就是那个比较，你就是很漏懒就对了啦。可以讲你第一个，因为你第一个。你撞那个把我的挂动啊，后面有点没有，他已经想象他是要直接扑下去啊。我投入，我投入。很认真啊，你。是黑在地上的那两条木。很有那个真的踩在一片板上面是。你那边讲，对了对了耶，你讲了几年前？你不走出去的时候，我也玩了。有没甜甜？看过没有？一百。你们是不是想加入我们妇科教育的 member 呢？现在很简单，我们已经有网课了，你们所有外州13州的学生都可以加入我们，你们只要一个 Zoom 就可以来加入我们了。来，现在我给你们看我们怎样上我们的网课啊。OK， 你们看，这个就是你们手上的资料啦，我们会把资料寄到你的家，可是我们的老师会用 Zoom 来呈现这个资料，所以你们会看到一清二楚啦。而且呢，我们不会像其他学员这样子可以打字，不可以用这种手稿。我们现在可以打字也可以用手稿，是因为我们有在设备上面进步啦。 OK 啦，所以你们还等什么？还不快点加入我们，而且我们还拿了这个消费人品牌大奖。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，你们可以到我们的 IG VNDG Education 这边询问啦。